好的，我们开始上课。大家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杰西，天气还好，还好，冷吗？没太冷，没太热。没太冷，没太冷，我们可以怎么说？然后，不冷，不热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今天的天气。看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天气？志远，我喜欢暖和的天气。那你肯定很喜欢波士顿的冬天，对，对吗？对，句子。我很喜欢波士顿的冬天。如果用这个字呢？可喜欢冬天的，波士顿的冬天。好。我很好，我们一起。志远可喜欢波士顿的天气的冬天了，志远可喜欢一起波士顿的冬天。很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你喜欢上网吗，朱莉？我特喜欢去。你可喜欢上网了。你喜欢上网吗？我可喜欢上网了。你可喜欢上网了？你喜欢上网吗？我可喜欢上网。你喜欢上网买东西吗？我可不喜欢上网买东西。你可不喜欢上网，对，很好，可以省钱，可以省钱。你喜欢上网买东西吗？我可喜欢。在网上，在网上买东西。好，我们一起啊！我可喜欢在网上买东西，一起。我可喜欢在上网买东西。你喜欢在网上聊天吗？我可喜欢在网上聊天。有谁还喜欢在网上聊天？大家都喜欢在网上聊天。我们一起啊！我可喜欢。我可喜欢。在网上聊天，很好，我可喜欢在网上聊天聊天。很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老师，Can we add what to the end of that？要在最后加了，我可喜欢在网上聊天了，要加了。就加了的话，就是表示。语气，emphasize，强调。和跟停的可跟停。用字就是，和不是这个就是你自己。我挺喜欢在网上聊天的。挺就是，可是 emphasize。如果一个人问你喜不喜欢，你喜欢吗？我可喜欢，我挺喜欢。They are almost the same, but 和 like emphasize more than 停 almost the same。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可以用停 almost the same 和停。For example，你喜欢波士顿吗？Use this one。挺喜欢波士顿。我挺喜欢波士顿，可以用 "Good question, thank you"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你们喜欢中国文化吗？你们喜欢中国文化吗？你来说一说。我可喜欢中国文化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词。We have learned 这个字怎么读？语句。一起来。语句。的确，的确，的确，好。志远很帅，是不是？志远很帅，是不是？你说一说。他其实的确不很帅。的确不很帅。他的确，看见要是我是女孩，我可以。你可以说他的确，好问题。那志愿 girl，你来说一下，志愿很帅是不是？
哦，他的确很帅。嗯，好的。Sorry，yeah，I can't see that。嗯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嗯，梦思很漂亮，对吗？梦思很漂亮，对吗？你来说一下。好好看。梦思很漂亮，对吗？他的确，漂亮。嗯，好的，他的确很漂亮。好，我们来看。波士顿的冬天很冷，对吗？你来说一下。波士顿的冬天的确很冷。嗯，很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波士顿的冬天，预备起，一起。波士顿的冬天的确很冷，很冷，很好。嗯，学校的宿舍很贵，对吗？米雪，学校的宿舍的确很贵，的确很贵，很好，学校的宿舍的确很贵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词一起读一下，平均。我们来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美国人？平均几岁上大学？我主要叫美国人平均十八岁，18岁，去大学，我上大学。上大学，哦，很好。他觉得美国人平均18岁到上大学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美国人平均左右十八岁上大学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，十八岁左右。好的，我们来想一想，你觉得波士顿冬天平均多少度摄氏？华氏度，华氏度。波士顿冬天平均多少华氏度？中，你来猜猜看。我只知道摄氏度，是啊，好的，你说摄氏度更好的。我觉得波士顿，平均温度是，冬天平均，冬天，就是，零度，平均零度。冷吗？冷不冷？零度左右，冷不冷？很冷，很冷。那你觉得大概平均几度左右呢？冬天，我觉得波士顿冬天平均，摄氏度。冬天平均20摄氏度，对吗？二十，华氏度左右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波士顿的冬天很冷，我们都喜欢睡觉。冬天很冷，我们都喜欢睡觉，睡觉很舒服。你平均现在睡多少小时？我平均睡觉，现在平均睡多少小时？7个小时左右。不错，7个小时左右。你平均睡几个小时现在？我平均睡8个小时。平均左右，平均睡8个小时左右，很好。你呢？我平均8小时睡觉。嗯，平均睡八个小时左右。左右。他睡的时间长吗？8个小时左右，他睡的时间长吗？不长不短。他睡的时间不长不短，8个小时睡觉的时间不长不短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你睡多少小时？
我会睡到4到5个小时左右。4到5个小时左右，他睡觉的时间呢？很短，他睡觉的时间很短。好，支援睡觉时间不长不短。好，我们来看我这个杯子，大家猜猜看，大概多少钱？大概，我这个杯子大概多少钱？猜猜看。大概15块钱。5块钱还是15块钱？15块钱。大概15块钱，大概15块钱。再猜，再猜，你来猜猜看，这个杯子大概多少钱？我觉得大概。他就告诉你15块钱。哦，我觉得大概20块钱。20块钱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10块钱。10块钱，15块钱太便宜了，20块钱太贵了。你来猜猜看。18块钱，猜对了，这个杯子18块钱，贵吗？嗯，不贵，不贵，不贵也不便宜。句子，这个杯子。这个杯子不贵也不便宜。啊，很好，大家一起来，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不贵也便宜，也不便宜。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不贵也不便宜。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四个字，或者用6个字，我们不喜欢用5个字。不贵也不便宜是6个字，我们不说不贵不便宜。很好，不贵不便宜。那我们来看。这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我在 Brandeis 的书店买的，猜猜看多少钱？这个，大概猜猜看大概多少钱？大概12块钱。12块钱，贵了，贵了。你猜猜看这个大概多少钱？你买什么？在 Brandeis 的 bookstore。对，我在 Brandeis 的书店买的，贵了，贵。猜猜看大概多少钱？我觉得大概。20块钱，太贵了，20块钱，它好小，很小。10块钱。啊，10块钱太贵了，太贵了。7块钱。猜对了，嗯，米雪猜对了，这个7块钱贵吗？不太贵，便宜吗？不太便宜。不便宜，所以它是不贵也不便宜，很好，不贵也不便宜。我们接下来看一看，专业这个词，专业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专业 major。我们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，猜猜看大家是什么专业的，猜猜看大家是什么专业的。我们先来猜猜看，嘉轩，你是什么专业的？你来猜猜看吧，杰西，你猜嘉轩是什么，大概是什么专业？生物。嘉轩，他的专业是生物，大概是生物。对，对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专业？商业。我的专业是商业。专业是商业。很好看，嘉轩，你来猜猜看，志愿的。大概是什么专业？大概是化学专业，对吗？不对。你是什么专业的？我讲算物理。啊，你的专业是？我讲算。你想选？选物理专业。啊，很好。那这样你来猜猜看，沈健是什么专业的？他是，他考四的吧？不用猜了，那你说一下吧。沈健是，大概是。不用大概，你知道了他的专业就不用大概，大概就是我们猜一猜，你不知道的时候猜一猜，你知道了不用大概。我记得。记得就。化学跟生物对专业。啊，对。对了，好，沈健，你来猜猜看。米雪的，我觉得米雪的专业大概是，经济，不是，化学，哦对啊 ，no， 那是吗？猜错了，对，生物，再猜大概是
生物，生物啊，猜对了。好，那你选，你猜猜看，朱莉是什么专业的？朱莉是生产专业。嗯，你再说一下，朱莉大概是商业。Yeah。整个句子。朱莉是大概。大概是商业。商业专业。的专业。对吗？对。哦，他猜对了，太棒了。朱莉，你来猜猜看，孟斯是什么专业的？孟斯的专业是大概是什么？哇，好厉害，很厉害，一猜就猜对了。孟斯，你来猜猜看，智源的专业是什么？他的专业是打开电脑，你已经知道了吗？啊，你所以对吧？对，肯定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大家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好的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，不什么不什么，我们再来练习一些句子。你们觉得我高吗？你觉得我高吗？你们觉得我高吗？我高吗？觉得我？不高低，人的话是说很好，这样的话，人的话是说矮，跟我一起来，矮，好，整个句子觉得我，我觉得周老师是觉得周老师不矮，很好，觉得不高吧，非常好，谢谢你，比如说这个电脑500块贵吗？不贵，也不便宜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来接下来再来看一看，这个杯子大吗？大吗？很大。很大，很大，这个杯子很大。那换一个，这个杯子大吗？很小。那是什么样的杯子呢？陆老师的杯子，看一看这个杯子呢？不大，不小。整个句子，陆老师的杯子不大不小，不大不小，很好，陆老师的杯子不大不小。我们来说一说，你们觉得波士顿的秋天热吗？波士顿的秋天热吗？很冷。波士顿的秋天？不热。不热。波士顿的秋天不热不冷。不热不冷，很好，大家一起来，波士顿的秋天。波士顿的秋天不热不冷。不热不冷，我们一般性也可以说波士顿的秋天不热不冷，很好，不热不冷。好，我们接下来，很好，大家说的很好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句子有一点难，就是动词加不，比如说买得起，跟我一起来，买得起。买得起。好，我们先来试试看。这个杯子18块，居然你买得起吗？我买得起。整个句子我买得起。这个杯子。很好，我买得起这个杯子。那猪，这个猪7块，沈杰你买得起吗？我买得起，可是我不想买。买得起，你不想买，很可爱，买得起不想买，很好。这杯咖啡多少钱？5块。这杯咖啡5块钱，你喝得起吗？喝得起。很好，整个句子。我喝得起。这杯咖啡。喝得起这杯咖啡，好。再举个例子。这个电脑，假如这个电脑2000块，你们买得起吗？假如就是，如果这个电脑2000块，你们买得起吗？你来说说看。要是那个电脑，就是2000。电脑2000块。2000块钱，我买不起。你买不起，好不好？买不起。还有 Brandeis 的宿舍2000块钱一个月，你住得起吗？你学一个月，2000块 Brandeis 的宿舍，如果我买得起，住的哦，住在宿舍，住在宿舍我买得起，但是
上在这儿住，住我们说住得起，住得起，住不起。Brandeis 的宿舍2000块，你住得起吗？我住得起，但是不想在这儿。好，不想在学校里住，不想在学校里住，很好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，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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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话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我说话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朱莉，我听，你说话，我们听得懂。啊，你们听得懂我说话，你们看得懂课文吗？志远，你看得懂课文吗？我看得懂课文。你看得懂课文，看得懂课文啊！我们来看看，志远哥，中国的新闻你听得懂吗？中文的新闻你听得懂吗？我有时候，中文的新闻我有时候听得懂。有时候听得懂，但有的时候。有的时候不听不懂。很好，我们一起来重复中文的新闻。我们有时候听得懂，有时候听不懂。很好。那英文的新闻你听得懂吗，杰西？英文新闻我英文听得懂。啊，那你呢，米雪？英文的新闻我听得懂。好，那大家要努力一起学中文，努力一起学中文，很好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，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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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来想一想。举个例子，一百杯咖啡，如果一天你要喝一百杯咖啡，你喝得完吗？一天一百杯咖啡，你喝得完吗？你来说说看。我喝不完。啊，句子。如果咖啡是一天有一百，一天有一百杯咖啡。我喝不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如果一天有一百杯咖啡，我喝不完。哦，我喝不完。那我们，你一天喝得完几杯咖啡，沈健？我每天喝得完两杯咖啡。两杯咖啡还好，谁咖啡喝的比较多？谁咖啡喝的比较多？好，杰西，你一天喝得完几杯咖啡？五到七杯咖啡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你呢，志远？我每天喝一杯咖啡。一杯咖啡啊，一杯咖啡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你呢，朱莉？你每天喝得完几杯咖啡？我不喝。很好，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很健康。我每天要喝三杯咖啡，不多也不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有吗？就比如说，一顿饭，如果一顿饭有十个菜，一顿饭有十个菜，你吃得完吗？一顿饭有十个菜，十个菜你吃得完吗？十个菜我吃不完。啊，很好，整个句子再来一下。如果有十个菜我吃不完。好，那你吃得完几个菜一顿饭，米雪？一顿饭你吃得完几个菜？一顿饭我吃。五个菜、胃口很好，胃口不错。你一顿饭吃得完几个菜，杰西？一顿饭吃得完三个菜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呢，志远？我青菜手边。你一顿饭吃得完几个菜？我一顿饭吃得完2到3个菜。两到三个菜。再来一遍，我一顿饭吃2到3个菜。吃得完两到三个菜。
很好吃的完两到三个菜。还有，如果陆老师给大家布置，给大家让大家做5个小时的听写，你们做得完吗？如果陆老师让大家做5个小时的听写，你们做得完吗？作业，5个小时的听写功课，做得完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做得完，但是你们不喜欢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太多，你们觉得几个小时，一天做几个小时的作业功课？你们觉得一天做几个小时的功课不多也不少？你来说说看。嗯，我觉得做2个小时最多，最多是2个小时。那最少呢？最少1个小时。1个小时，那你觉得什么？多少一天做多少时间的功课？不多也不少。我觉得做1个半小时功课不少不多，不多不少，不多不少，不多不少，很好。那你呢？我觉得 OK 啊。你觉得一天做几个小时的功课不多不少？我觉得一天就20分钟，1个小时，不多不少，1个小时不多，1个小时的功课，1个小时的功课，不多不少。很好，好，你呢？我觉得花2个小时不多不少。花2个小时。做功课。不多不少，很好，很好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型，动词加的不或者是了，比如说吃得了，听做得了，还有是吃得了做得了，吃得了做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跟前面一样，就是一顿饭20个菜，你吃得了吗？既然我吃不得了。吃不了一顿饭，一顿饭20个菜，20个菜我吃不了，吃不了。好的，这个很简单，我再来做一个。米雪，一天20杯咖啡，米雪一天20杯咖啡，你喝得了吗？我20杯咖啡我喝不了，喝不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有受得了，受不了，跟我读，受得了。受得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波士顿的冬天你受得了吗？陈建。波士顿的冬天我受得了。受得了。对。好厉害，波士顿冬天你受得了吗？波士顿冬天我受不了。受不了。好的。一天做20个小时的作业，你受得了吗？二十个小时的功课，你受得了吗？我二十。20个小时的功课，20个小时我受不了，受不了啊。有谁受得了一天做20个小时的功课？有吗？是一天。一天做20个小时的功课。我受不了，但是两天我不知道。第二天就不行了，第二天就不行了，对，只能一天考试之前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这个。去得了，去不了，跟我读，去得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。中国很漂亮，你明天去得了吗？如果我想，我去得了。如果你想去，如果想去中国，我去得了。明天，明天，明天你买飞机票，你就去中国了。好，波士顿明天有一个音乐会，你去得了吗？要是明天波士顿有一个什么？音乐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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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。哦，考起来对。我去得了。去得了，你去得了。好的，明天学校有一个篮球比赛，你去得了吗？我。去不了。
我明天需要一个学校的篮球比赛，我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想看。因为你不想看。好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。比如说这里有个门，我挡在这里。如果周老师挡在这里，你出得去吗？你出得去吗？志远，我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出得去吗？出得去。如果我挡在这里，你出得去吗？出得去吗。如果你挡在这里，我出得去。从这里出去，太聪明了。这里可以打开吗？这个可以打不知道。那如果这个窗打不开，你出得去？我出不去。出不起。好的。好，还有这个桌子很大，这个桌子很大。沈健，你搬得动这个桌子吗？我。搬得动吗？一个人。我搬得了。搬得了哦，好，搬得了，搬得动整个句子。我搬得动。搬得动。这个桌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，沈健搬得动这个桌子。哦，力气很大，力气很大。好的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沈健还是问你的，这个桌子很大，你搬得出去吗？搬得出去这个教室吗？看一看。这个桌子太大，我半路去，出去。半路出去，好的，好。再一遍，这个桌子。这个桌子太大，我半路出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，这个桌子太大。这个桌子太大。一下，这个桌子太大，它搬不出去。很好，再来一遍，这个桌子太大了，它这个搬不出去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女生怎么样。孟思，你搬得动这个电视机吗？我搬不动。你搬不动这个电视机，那志远，你搬得动这个电视机吗？我搬得动那个电视。电视，很好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，志远。搬得动这个电视机。搬得动这个电视机，好的。好，杰西，你能把这个电视机搬出去吗？我可以把那个。电视机搬出去。你可以把这个电视机搬出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杰西可以把这个电视机搬出去。很好，再一遍，一起，杰西可以把这个电视机搬出去。那你喜欢今天的天气吗？喜欢今天的天气吗？我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用穿夹克。不用穿很厚的衣服，不用穿夹克。喜欢的天气。